我是神将，是甲虫王者。哎，我燕辉，我们来打印章。我们印章破白了，昏倒。快点，龙哥被死了，快点！应该会。那这个环境我用。印章打一打，我们再来打觉醒。哦，今天花超多钱。好了，今天放假了，小心啊！现在，好，我们挑战魔神化的物质，看能不能拿到 SGR 卡。442，很难说。我其实不知道这一次的出果冻的时机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能靠运气了。你累了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我有点累了。这一场打完休息一下，先充电哈。这个吗？好，要吗？这场打完我们休息一下充电。嗯，可以啊。好，印章。打物质哦。看啊。好。我记得它有两个会出布。物质。好。上吧。魔神化的物质，魔神化上，还要捡到十二。照顺序摆哦，石头布哦，石头剪刀哦。啊，这打物质就要小心一点。对啊。皇帝。哎，等一下他啊，对，弟可以。记得对麦克风讲话哦，有声音吗？累了哈，打太久了。我们刷卡片刷到好累哦，肚子饿了是不是？等下我们去吃麦当劳。甲虫全部的能力提升了，哇！现在直接使用徽章是怎样？他还会提示吗？击溃你，他会出布，出剪刀。哎，击溃你是出石头哈，记得击溃你出石头。他又换拳了哎，击溃你是出石头，记得，小心哦。哇哦！我们知道被击溃了，就给你奖励吧。那出石头看看，逆转吧。就给你奖励，会出剪刀，记得。击溃你出石头，就给你奖励出剪刀。127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88。88哦。等下封他一拳。20几吗？我要数。等一下哦。剪刀。
剪刀。等一下，这招可以吧？出布看看。OK， 这招可以吧？会出石头。击溃你出石头，这招可以吧？出石头，好。击溃你这招可以吧？出石头。按。出布出布，哎，又换了。这招可以吧？他出石头出布。哎，怎么一直换？这招可以吧？是出剪刀。玩的不要打他呀。哎，没有，他这招可以是出剪刀吗？他不是出布吗？对啊。他刚才是出布啊。没有，刚出剪刀。哦，那你吃的，你不要，你要帮我看一下，因为我。你这招可以吗？是出剪刀，你要记，你不要只有我记。这招可以吗？是我剪刀，是你。你在想家是不是？啊。这招可以出剪刀。对，是我。击溃你出布，哎，击溃你出石头。就给你奖励吧。他刚才是出剪刀，哎，出剪刀，出剪刀。哦，封印吧，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拜托就不会。封印，不要失误。我告诉你讲啊，可恶，讲了就不听。对，让我听听你的痛哭声。出石头，赢了啦。啊，八八，赢了。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奇愧你是出那个什么是出剪刀？击溃你的，击溃你是出布或石头？不是。那我听听你的什么是？让我听听你的痛苦声。哦，这个。我们要再打一场啊！还要再打一场啊？对，因为我们一张将消耗不够，再打一场，我们再去打那个楚仙刃。啊，不行吗？不然我们印章已经80个，一下就满了。啊，真的哦？对啊，先把印章消耗掉一点。啊，好。哎，啊，这一场又会加一个，来随便抓一抓。这一场会加。哎，这个如果他又出那个，我们就要再刷了，哎。真的。哎。这样会不会还会不会有 SG 啊？好像出来 SS 啊就没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他卡片出的太好，又不会了，你就不用等了。你随便乱刷都可以，随便啦。他卡片出到一定4星的话，就绝对不会有 SG 啊！告诉你，这很昏倒哎、欸，我们打第14、15还16场了，就是没有哎、欸。我告诉你，他只要卡片出到就是没有哎、欸，超过5星的话，如果到5星绝对不会，那4星、5星都不会。我希望他打我们脸，我希望他打我们脸。随便啦、啊，像我们已经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。嗯，他就只会送4星啊。反正我们就把印章用掉。他现在也只会送4星。人家卡片出了，太好了。卡片直接出了，我猜就知道。啊，换个角度想，至少 SSR 啦。唉，没办法。他不会有果冻吧？安吧安吧。啊，有没有呢？有没有呢？有没有呢？有没有 S G R 呢？有没有 S 有 S G R 就要，好吧。他卡片出到一定程度就会有。赶紧买买，赶紧买买，快点了，快点买买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哎，买了。我怕会出果冻了，买了，赶紧买，赶紧买，快点啊，赶紧买。我买了。然后我们再打一场。他就只会出这种4星，真的很倒霉，16场了吧？印章第15还是16场吗？哎、欸，还是还没到这么多。我记得我们除了第一场有出过 SG 啊，全部都是 SS 啊。到底有没有人出过 SG 啊？
就不要给我出果冻，我跟你讲，果冻就出过了，出过啊，出过了，刚刚那一张啊，那一张，好，就出不了，差多少？哎，我们刚才是几出果冻？嗯，我七的，啊，都八了，八四了，所以要再打一场，再打一场，再打一场，很好啊，印章很棒。那印章还是出好卡的几率也是比较高。那个 SSR 买完，然后再打一场。哦，对，不行，他要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还要再刷那个。如果我们打到那个闪卡，又再刷。啊，那还要留十二个空位。所以赶快啊，赶快打，赶快打。先买完，先买。哎，干嘛？买完？要买啊。买啊！要买这张哦。要啊 ，SSR 可至少也有七八十块。七八十。要，你不买就划不来了，好不好？傻傻的。七八十。买起来，买起来。哎呀。快点，快点，在干嘛？两分钟不输。哎呀，没事的，滴滴的，不干。哎，谁啊？网红吧。哦，谁是网红吧？这忘记拿了，这你的吗？对啊，这个新的卡片，我买啊。啊。妹妹，这是新的卡片啊。来啊。老弟，老弟。他以前都会有那个热情。好，赶快，我们再打一场，按掉，直接再打一场，把印章消耗掉一点。那怎么印章到太多啊？是怎么回事？你看，你看我们今天花多少钱？影片不妨多问看一下，多看哦。不看我就要傻眼。不看我就要傻眼。好啦好啦，开玩笑，不要不生气，不要生气哦。真的，是真的。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在拍很多影片，我是认真的。要骂我，不要骂我们哦！一直骂我们干嘛？对啊，尊重、友善、包容。什么东东啊？搞不懂。就是大家尊重、友善、包容，不要乱骂人。啊，给我啊，按掉。给我卡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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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。两张，两张，哎哎哎，小朋友还有一张。我的，两张地上踩。拿去抽吧。好了，一堆帝王蚕。帝王蚕。又是帝王蚕。好了，永远的帝王蚕跟海神，海神跟帝王蚕之乱了、啊。拜拜。乱弄。